再查单啊。嗯，行吧，就刚才那个同学提了个问题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地方说它这一步是冗余的，其实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呀？考虑的是就是你现在设置一个 username，其实它是完全没有必要在这里 set 的。但是如果你要传一个别的变量，说 is login 呢，或者一些其他的变量，这样的话，你在这里面设置了后续的所有的 next 的里面所有的后续处理函数都可以直接拿过来用啊，给你减少一些消耗什么操作什么的啊。接下来咱们要讲的就是 session 啊。讲 session 之前呢，咱们说一下这个 session 是为什么要有 session 呢？对吧？啊，Cookie 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保持状态的需求，刚才是不是说了？对不对？咱们能够解决一个状态保持的需求，咱们写了一个最简单的登录的实例。接下来呢，由于 Cookie 本身最大支持什么？它是 4K 是吧？最大支持 4K，以及 Cookie 本身保存在客户端，可能被拦截和窃取，对吧？别人拿到你的浏览器检查一下，对吧？大家知道做爬虫吗？像做爬虫是不是都用在模拟一个浏览器的操作是吧？也能设置模拟登录。其实它怎么做的？是不是相当于在自己的代码里面设置一些 cookie，要带着这个 cookie 再去发请求啊？这爬虫其实能够搞这些的啊。就是你的 cookie 还可能用什么被人抓包，对吧？你连别人的 WiFi 是不是抓包了啊？就那你如果说你的那些厂商传输的数据没有加密的话，就是你的 APP 是吧？银行的 APP 什么的。如果传输的时候没有加密的话，或者加密比较简单的话，别人可以抓包，然后解包，对吧？所以说出去吃饭的时候，你这不明不白的那些 WiFi 就不要连，对吧？或者你连了 WiFi，你就不要打开那些什么支付宝啊、微信啊，或者些不是这个跟钱相关的 App 就不要打开，啊，就这个，啊，就说这个，然后就说你 Cookie 它的数据是保存在用户浏览器端的，就相当于让你的一些私密的信息是不能够用 Cookie 来存的。对不对？或者说，对于你的那个什么那个服务来说啊，就是你的服务端来说，是一些很机密的信息的时候，是不能够用 cookie 来存的。怎么办呢？那现在就引出来一个什么呢？我既然不能把数据存在 cookie 里面，我能不能存在我的服务端呢？可以吧？那我存在服务端，那用户怎么带着过来啊？对吧？这是不是又有一个问题了？对吧？我既然不能把那些用户名、密码、乱七八糟些私密的信息存到 cookie 里面给用户啊，放到电脑上，那我只能在我的服务端存。那我存到了服务端，我怎么跟用户对应起来？那对你 session 肯定我在后端可以加密嘛？然后呢？你这个我就说你怎么知道这个 session 数据啊？这个数据是哪个用户的？这个数据是哪个用户的？对吧？你用户来了之后，是不是还得有一个？是不是还得带一个东西，对吧？我现在不在我的 cookie 里面写用户名了，我写了一个什么？我给你写一个 UUID 的一个随机的一个数字，一个串，行不行？对不对？一个标识，只要给你一个标识。然后呢，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怎么办？你是不是带着这个标识来？这个标识里面有用的信息吗？没有有用的信息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通过这个标识，是不是可以从就我后面数据库里面存的这个数据里面，对吧？我在服务端存的这个数据里面，根据这个标识找到它对应的那个数据。就像一个大 map 一样，同理吧？有个 k 是不是就拿到这个 value？ 这个 value 我解密一下，是不是里面就可能存很多很多的有用的信息了？能理解吧？就这个过程啊，这个过程。好了 ，session 呢就是这样实现一个这样的效果啊。session 它说起来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它其实就是保存在服务端的一个数据结构，它用来跟踪用户的状态。这个数据呢可以保存在集群里面，可以保存在数据库里面，可以保存在文件中，对不对？可以保存在内存里面都可以。那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唯一的标识，我们通常称为什么 session ID 啊？它是会写入用户的 cookie 里面。这样用户每次是拿着这个是吧这个 session ID 来访问我，我根据他的 session ID 去找对应的数据啊，是这样一个东西，能理解吗？就这个啊。cookie 和session 它能够正常工作，它必须依赖于 cookie， 好吧？没有 cookie， 你这个 session 是能干活吗？不能干活哈，就相当于你自己玩自己了，啊，自己玩自己知道吗？啊，就这个意思哈，就是你必须得有个什么，是不是有个东西和客户端或者说和这个浏览器是应该是有一个什么，是有一个一一对应的一个标识啊，这个标识就是我们的 session ID 啊。好了，接下来就练习题就是这个啊，用代码实现一个近框架版的 session 中间件。没有放学，我就叫你们写啊。咱们说一下这个啊，这个需求。session 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吧？总结一下是干啥的？然后在服务器端的小凭证，
哎，你上面说这个 cookie 是保存在什么？保存在浏览器端的键值对，那这个 session 是保存在什么呢？啊，就是 session 是保存在 session 啊，是保存在啊服务端的键值对，对吧？至于你保存在服务端里，现在有几种情况啊？一种保存在内存里面，啊，内存里面，还有呢，这个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关系型数据库，还有呢，什么 Redis， 对吧？那个文件里面也有啊，保存在文件里面的也有，但是很少啊，很少，可以吧？它保存在很多地方。你像大家做的什么单点登录啊什么的，其实它应该有一个 session 服务器了啊，维护一个公用的状态，能理解吧？这个啊，好了吧？来，现在咱们来说一下这个 session 接着啊，我再写上啊 ，session 啊，必须啊依赖于。是不 cookie 啊？依赖于 cookie 才能啊，才能正常运行啊，才能使用啊，必须依赖于它才能使用啊。这是一个 session 的中关键点。session 的它和 session 啊 ，session 和 cookie 相比的一个优势是什么？我写上吧。相比的优势是什么？就是大家都能做登录啊，都能做全状态的保存，它的优势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就是刚才说了 ，cookie 是不是它只能装 4K？对吧，你存的数据多了存不了了，对吧？就是数据量是吧，不限制，只要你的后边的服务器啊不受限啊，你想装多少就装多少。还有呢，数据是保存在什么？保存在是服务端的，对吧？服务端的啊是安全的，相比于保存在用户那一端其实是安全的啊，是安全的，是相对安全的啊，相对吧。还有呢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是吧，就是它的劣势是什么呢？劣势是不是你得自己，你的后端得你得拿出一个服务来专门跑这个 session 呢，对吧？那你 cookie 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数据扔给用户他去保存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它的优势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劣势就是但是是吧，需要啊后端是不是能维护啊维护一个什么 session 服务，能理解吧？这个啊，好了，就是这个。行，咱们接下来就做一个什么呢？这个介绍咱们就说了。